那个，没有 take 来，换一个，快，没这，我发现哦，这个东西我没拍到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们要拍一集，好，简单跟各位讲一下，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会怎么样？耗电，那个车子会没电。啊，它没办法，它这样打开灯是哪里开？有些人的灯是，像比如说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这个没有，它卤蛋它没有扣啊，好来，正常是这样，要两段哦，你看到？啊，基本上我们这样扣第一段，它还是亮的，要推到底，好来，小夜灯才不会一直亮的，因为小夜灯一亮，到隔天车就发不动。听到没有？现在这个问题是很多小车也好，大车也好，如果你要把尾门打开，靠尾门去透，通风的人呢、啊，这个东西很重要。好、哦，这个东西很重要。不要买一个低扣，买二至三个，然后串长一点，你才不会忘记这个没有拔。或者像我这样用一条链子。来，才不会忘记没有拔。来，你把它打开，这个打开，用一个就好，用一个。比如说，假设你一个低扣。哦，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？把这个拿下来，这个可以拿下来。这拿不下来，现在扣着嘛。怎么拿？一样要开门啊。好。对啊。好的，来，这个拉下来一点，来给各位看一下。有没有？现在这样嘛。对。正常是锁起来，一般人他会想说，那要怎么解锁？就是一样，你开门动作再做一次这样。对，就解锁了。那上次在印象间时发生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是用手。去把它扣起来，然后打不开，对，那锁头都不会坏掉，对，它弹不开，就是它那个里面的那个润滑已经不够了，那稍微手这样稍微开关一样按着，稍微往下用力拉一下，或者拿筷子叼一下，所以我们来，它那在为什么低扣一个？来，这是一个低扣、哦，来一个低扣。为什么会建议两三个？来，你忘记了？你这样走忘记了，你关门，你这个锁头坏了，或者下面坏了，门关不了。对，你要怎么回家？对，所以第一扣一定要像这样子来用一整串，你绝对不会忘记。对，那很多都说啊，没有这么长怎么办？对，然后再来，有的人会说啊，我想要撑门，那我们门有也要改，有的人会想说去买那种。整只好好的连接杆，那我个人是买链条，买大概30公分，对，你买50公分也可以，那我勾的时候我可以来勾一下给各位看，像基本我都开这么开嘛，那如果在停车场想要隐秘一点，有没有？它每一个低扣又可以调节。葫芦扣啊，嗯，你把它改短一点，来，门的缝可以越来越小，对，你还可以自己选择哦，再来就是链子，如果有人去碰你的这个链子，会叮叮锵锵的。好，那我们再建一个，这边做一个铃铛呢，也可以。对，我们再挂一个铃铛，我们吊一个铃铛，把它组合成一个东西。那会想说要去买那什么整只的连接杆，那不好用，那不好用。我觉得那个间距就是固定。对，那我这个我还可以再短一点。对。那我再短一点，在停车场，它的缝就没有那么大。比较不会那么。对啊，这样低扣很方便。你看哦，这边我们再挂一个铃铛，咚咚咚咚咚。那铃铛会建议挂在这里面哦，不然铃铛这风一吹就叮叮叮。哦，挂在这上面呢？挂在这里，接近这里，只要有人去拆。其实铁链就已经，你只要有去动。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买啊。如果你今天你买不到的话，我们就帮你找一个配置，大概哦，我们建议最刚刚好的尺寸。就30公分，适合大小车通通可以用哦。把好拿起来，到底这是什么东西？一个 S 钩，这个大的 S 钩，这个是 S 钩，然后这个再一个葫芦扣，葫芦扣，这叫葫芦扣，对，它长得像葫芦，这个呢？再一个 D 扣，这是 D 扣，挂锁的，然后。葫芦扣、D 扣、铁链三条，还有一个 S 钩，这样组成一个，然后再。我们再找一个铃铛，
对，就挂在这啊。好，我们再找一个铃铛。OK。你没有开，没有锁，你我都会这样啊。好、哦，正常会这样，把它缩短点。好、哦，对不对？像这样。那、这就不会忘记说我忘了这个扣子，很多车友都是忘了，然后就咔，就拜拜了。你上次那一个，它就是有一定有这样子过，嗯，所以它会卡卡的。对，一个锁头坏掉哈，哎、这个锁头坏掉很麻烦。对、啊、对。新车现在这个是电池锁，这个要贵，几万块啊。要看原厂报价哦。如果你是 BMW， 啪下去，我看好几万了。对啊。哦，好，那就一串哦，记得哦，这样子不要用一个低扣就好，不要用一个。好，那把这个拔起来。